偷走你的任何东西，小饰品啊，或者是，偷走你的心吗？没有，变完那个魔术就偷走你的心。这旁边有你的照片呢，好好笑、啊。对了，就是剪纸说一定要放的啊。欢迎收看魔术 Channel， 我是 Davio 妮妮学姐。这一集真的是魔术 Channel。久违哦，我昨天才问他说，你是不是要改一下频道的名称呢、啊？就直接叫 Davio 吴俊伟之类的。对，叫本名，就是直接本名哎。今天呢，我要来介绍一个魔术道具。这个魔术呢，就是为什么学姐的胸部越来越大？哦，那是因为我胖了8公斤啊。这个魔术的秘密。不是这个魔术啦，是这个，噠噠，猫手。这个如果有 follow 我 FB 跟 IG 的朋友呢、就可以知道我最近出了一个国际发行的魔术道具，猫手。就是预告片有中文、英文、韩文、日文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可以放给大家提捧一下，我帅气的英姿。Introducing Cat Burglar by Davio Wu。你仔细看他，你呼唤他一下，喵喵。咦，毛毛手手，为什么会有毛毛的手手？嘘，瞬间出现，可以检查一下。耶，为什么他的手手在哪里？Davio is a famous YouTube magician from Taiwan. Many of his videos go viral across the internet. One of the videos where he made a cat's paw appear out of thin air.Caused everyone to just freak out. We want to bring this effect to another level. So this time, we teamed up with Davio. 好，有看我那么帅吗？音容完对，成语用错了吧？我们日文是很像一个电影预告片。ネットの人気マジシャンデイビオ、新しい力作。那韩文呢？韩文就是看韩剧的感觉。Davio 의 Cat Burglar 를 소개합니다。反正猫手呢，这个道具呢，它的效果就是凭空从你的双手、或者是手机这样挡住，对，就会伸出一只猫猫的肥肥手，偷走你的任何东西，小饰品啊，或者是，偷走你的心吗？没有，变完这个魔术就偷走你的心。这旁边有你的照片呢，好好笑、啊。对了，就是剪纸说一定要放的啊！这很厉害耶，这旁边有你的照片，但刘海还不梳好哎。知道作者是谁呢？啊，剪纸，说到剪纸，这个传奇性的魔术圈人物是，就是我这个猫手呢，是跟一个国内外数一数二厉害的厂商合作的。那他们出的道具品质也都蛮好的。他以前是一个很厉害的创作者，发明一些橡皮筋魔术。哦，橡皮筋变屌啊！不是，那是最近比较商业的作品。那以前有一个橡皮筋放在手上，自己的手上，然后观众的手借给我。想象这边有个橡皮筋，这样子，啪！你是不是只想偷摸我的手？就直接穿到你的手上。哇！发明了这个魔术，让所有魔术师说，哇，这样就可以摸到观众的手。哦，不是，这样子就可以跳到观众的手，太神奇了。所以魔术师都是一群就是臭仔，母胎单身。那今天稍微简单开箱，但我可能会打马赛克，因为毕竟里面有一些魔术机密，有一些惊喜的部分，代表我的个人私人独家送给大家的东西。里面真的有金币啊，小盼。来，这就是可以让你很像招财猫把它这样偷走的感觉。这感觉就是放在家里面这样一套放着当摆饰品，也蛮可爱的。还蛮可爱的，蛮可爱的。然后猫手有灰色跟橘色两款。不要拿一根的东西放我脸旁边打马赛克。它很精致，其实它这个蹼，我觉得它做的很棒。很棒哦。还有一个说明书，好可爱啊。然后它里面呢？哦，它里面的图片超 Q 的。然后这个 QR code 这边就是可以扫描进去，然后就会有它的脸。会有我的脸。我本人教学，那不是你的脸吗？影音教学，你就看到我的影片。哦，那你第一次看到这个魔术，你觉得你什么感觉？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魔术，我忘记擦口红了，突然发现了各位，我今天看的这么惨淡，哎，算了。重点，反正素颜就那么美了 ，OK 的。还是在起整齐帮我打马赛克。对，然后我本人是猫奴，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可能这个地球上面有一半以上的人都很喜欢猫。你看，是我猫咪的相关东西流量都很好。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想要追一个女生，或者是你想要在一个小群体里面打好关系的话，这个东西蛮值得买的。就是变出来，一来是它魔术很神奇，就是它效果其实蛮神奇的；二来就是它真的很可爱，不管喜不喜欢魔术，都会觉得该好可爱哦，为什么有这个？
是在下面，他直接瞬间出现，吓了一跳，为什么？好酷哦！At last, we will teach you all the details of this trick, so no one will find your little helper. If you are a cat lover, you will enjoy this little furry guy. This is the Cat Burglar. 好的，这边再跟大家预告一下，就是下礼拜，就是这个影片的五天后，就是5月20号，我有一个讲座，就是如果你有买猫手的朋友们呢，都可以免费的参加这个线上讲座，1小时的讲座里面呢 ，David 会分享就是他跟简子一起就是研发这个猫手的心路历程，然后他也会演绎一些就是怎么样变这个猫手骗女生开心的。会跟你们分享一些就是他经营这5年以来一些经营的概念，然后怎么样去创对一些秘诀，怎么样去创造百万流量的短影片啊，千万流量的短影片啊，独到的想法可以跟大家分享啊。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要问的话，也可以在线上讲座里面询问 David， 他也会尽力的回答你们啦。啊，赞赞，那你想讲的我都被你讲完了。因为我想说如果要让你讲的话，可能要讲很久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